我们在五十二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ouTube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我们要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在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